上课迟到刚好，你旁边位置空着刚好，一切就开始了。没想到怎么那么刚好，你爸妈把你生得刚好，是我最爱的样子刚好。现在我们是在西藏的一个村的旁边，这个村子很漂亮，并且这边是一个免费的观景平台，而且来这边的人特别的少，所以说这样的话你的体验度就特别的高。并且在我的左侧那边有一个山峰，今天我能拍到它这个满这个山头上全部是雪，并且在我身后的那个位置啊，就是中国咱们国内境内最高的一座海拔8000米以上的什么峰来着？南迦巴瓦峰，朋友们，就在那个地方。今天我们应该有机会可能能看到它的主峰。现在刮的风还是比较大的，现在就是期待风把那片云刮跑，我们就可以看到了。现在是我们两辆车，我们在这已经等了一天了，朋友们，从上午一直等到现在。不过虽然是等了一天，但是这个地方它每一个时间节点，然后每一个不同的环境下，它景色是不一样的，真的是很漂亮。我觉得我是在这边有水有食物的话，我可以静静的在这边坐上一个礼拜，在这边晒晒太阳，很舒服。在我们的右方向，车队一块过来了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，九辆车。这个地方的风景特别的漂亮，朋友们，佩姑错，很漂亮。
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，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，为了宽阔的草原流浪远方。不要问我从哪里来，我的故乡在远方。为了梦中的静悄悄，只有风儿在轻轻唱。夜色多么好，令人心神往，在这迷人的晚上。起来吧，我的心上人坐在我身旁，我看着 我不作声。我想对他讲，但又难为情，多少话留在心上。天色蒙蒙亮，衷心祝福你好姑娘，但愿从今后你我永不忘莫斯科郊外的晚上。寒春风，若要盼得有红军来，冰山开遍有映山。唱，你看啊，你唱一些老歌。一双闪亮，照我去战斗，革命大场街上，党的教导记心头，党的教导。Yeah.
间，一座座山，一座座的山川，一座座山川向天，呀啦嗦。可以呀、啊！唱，谁会跳啊？我不会，我来。我还真会，不会的。这两副马呀，我发现是啊，三副吗？我也不会，我会跳。冷了。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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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